还没买家充电呢，我在修机挣钱呢，干什么？穿的病服，但是你干嘛看着我？好想吃掉！我靠，原地打滚撒娇，跟谁撒娇呢？跟谁撒娇呢？我操，怎么又一阶的呀？差点就被打到了，我靠！这不还有他15嘿。是个涂鸦，是个涂鸦，怎么样？一定很刺激吧？还有追我？不要再追了！贴膜，极限贴膜，哇、哦！贴2000不行吗？这土匪日常死了！这一看，牙粉呐、啊，怎么感觉怎么怎么是这样呀？放下来干嘛？紧张什么？骗一下。哎呦我操掉下去了，我操不要掉下去了，干嘛还要上去想抓这个 CC2V 日常干什么，你不要纠结呀、啊、干嘛他很纠结，把堵住把堵住把堵住把堵在这把堵在这，看好堵在这里，看到没有过不去，哎啊、哦、过去了，我、哦、下来了，哎呦难受难受呀，聂西你不要紧张啊，你不要紧张啊，又在试落地刀，很好，很有意思吗？好傻、啊、这个练习，骗一下骗一下，来跳下去跳下去，哇塞真的笑，你在干嘛，怎么这么可爱，怎么又下去了啊，哎扯了双手，哎哇鞭尸体，哇好厉害呀，南博兔颜粉，哇、哦、买东西喊我，哦喊得好喊得好，二阶的厉害厉害，6666二阶的6666，哦呦6666，这就是代价啊，这就可以上第一课啊，有些事情既然选择需要选择做，那就是付出代价，你知道哪怕时间它也是代价。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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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受啊，聂西现在很不爽，有蚂蚁在身上爬，感觉整个脸都麻了、啊、一定要弄死仙子、呀我去、难受，干嘛看什么看，干嘛朝原地闪现干什么，这样会吃人是吧，小鸟，我操，直接不抓了，我靠，直接走了，直接跑36G走，我也是长死了，能救了，还没救下来，嗯，请便，鹅鹅思考，喵，哦，哇，我操，这个鹅思考，我操，这个鹅思考，我操，我鹅思考有点肥，我靠，鹅思考。我操！不能打我，好害怕！干嘛砍不砍？给喷涂鸦不砍是吧？我靠！我没有带球吗？带了个球啊！聂西来了，听到聂西的声音了，听到那种睿智的声音。啊，投降啦！狗啊，我们还没玩够啊！